Hello， 大家下午好。嗨，辛苦我这个朋友在外边等了我半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对，中秋节快乐。我在马六甲给你们一个惊喜，我们现在去逛一下马六甲。对，逛一下马六甲。对。今天中秋节，但是我们要吃另一家不同的妈妈档，让你们看帅哥。他刚才我说往这儿坐，我说不坐就不。啊，我吃，你要吃什么？Can you give me something chili? Chili, chili. 你让我给我拿些小红辣椒行吗？啊，吉利法利亚的打。Chili no chili.No chili 啊，要不麻烦吉利。No chili 啊 ，No no chili， 这是 chili。你要先点了食物，再点辣椒。OK， 你我就要那个蛋炒饭。啊 ，nasi goreng kampung cili padi， 好的。啊，bagi dua。还有什么别的特色的？你吃得完吗？嗯，我点单了。啊，你点了个什么？我点了跟你一样的蛋炒饭，加辣椒。还有呢？ You know, try the burger. Smoky grill burger. 汉堡包你要？我想要一个。burger one. 真的假的？哈哈哈哈哈哈！没有没有，麻烦把你的皮皮。do you have bali buli? Bali buli. Yeah. No no no. 失望。汉堡包你。bali buli.耶耶耶！那个可好吃了啊 ！I'm my people， 那个粉丝，他要搜我的，你没网？对，对，呀，帅哥，又多了个粉丝，他问我是 YouTuber 吗？问我是不是视频创作者？我就 Thank you， 汉字吗？可好玩了啊！其实刚到这儿，这个帅哥让我坐那儿，我说我不坐。然后现在呢，他问我吃这个东西吗？我说不吃。看人家怎么做的。这是我要的那个汉堡，我放了好多辣椒。今天中秋节就吃这个了。我后边还有个人在盯着我看。这个是妈妈档这边的蛋炒饭，还有我朋友给我叫的马来西亚版本的柠檬水，里边有玫瑰，有柠檬。他还给我加了很多辣椒。哎，你说今天过中秋吧，竟然以辣椒为伍。不过确实啊，印度餐里边做蛋炒饭，我觉得都是最好吃的。我在吉隆坡也有个印度人，我每天都经常吃。而且我们都熟了，他知道我胆小，故意扮演僵尸。尤其中元节那一天，可无语的，就故意扮演僵尸在那跳。那个应该是表演吧？我还故意的，因为那天刚好就故意逗我的。哦，我觉得他这个人，那姐印度朋友挺好玩。Thank you。哦，这不会是牛肉吧？鸡肉。嗯 ，beef。What buckley？ 嗯 ，what？ 嗯 ，have a chicken。This one chicken。
some chicken and some beef. 你吃了吗？ You cannot eat beef. No, eat beef. Yeah, yeah. Eat no big, big, no. No, eat no one. Okay, okay, that's it. 你吃吧，你吃吧。它里边放了羊肉了，是吧？啊，不是，我都不吃。哎，没有温博呀，要什么肉？妹妹，我吃薯条，你吃那个汉堡。我靠！要让你打包拿回去。还有鸡肉哎，但是里边有羊肉那个。没事，剩下块羊肉，剩下的。不不，里边还肯定掺火味道的。行吧，你都吃了，我吃那个薯条。嗯，我靠，什么表情？我很饱啊，拿回去吃。我已经闻到羊肉味了。嗯，有味道吗？嗯。但是薯条真好吃。刚才我俩还说不吃羊肉，不吃牛肉。这里不是，但是他吃不下。嗯，拿回去吧。慢慢吃可以吃完。我跟你讲，可双标了啊，就是。但是没有这样好胃口啊。就是昨天晚上我俩出去吃东西，我不吃了，不吃了，真吃，我不想吃，你点你自己的，一会儿给自己点了一个印度那个饼，那咔哧咔哧比我吃还快呢。因为你吃两节饭，我来吃一个。不是，那会儿刚上来，我那个你还没给我叫呢，然后你还吃那可快了呢。我说啊，这就是没胃口，就他。刚才不是叫那汉堡是鸡肉的吗？然后我朋友觉得不好意思，然后服务员还刚才看我俩脸色不对是吧？赶紧跑过来问我俩，你们觉得口味怎么样？可以吗？然后就如实跟他说，我说其实是我叫的，但是我不吃牛羊肉。然后我朋友就跟他说能再做鸡肉的吗？现在给我做鸡肉去了。他本来想今天晚上减肥呢。最后的结束，我朋友给我要了个这个微微鸡肉汉堡，还给我专门要了个这鸡鸡，哇，鲜红色。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的惊喜，赶上了马来西亚马六甲这边的中秋节，看到他们演唱那个歌曲了吗？很感动啊，他们唱的是佛教的歌曲，里面掺杂了很多就是轻松愉快的音乐跟旋律还有歌词。我为什么这次又选择回马六甲？因为上次在马六甲其实就没玩几天，当时是因为我签证的原因我就离开了，
现在我觉得时间很充足，又给了我一个月时间，所以我又回来了。我之所以没有说，就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嘛，我也想赶上这边活动。然后今天下午其实我也有些特殊原因，今天海边特别好看，所以晚上这个活动景色就拍的比较少了。看这个河，但是真的很开心，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中年人，还有很多小孩在上面唱歌，然后很多人挂灯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算经历了这个吧，基本上这边很多活动我都赶上了，我觉得很开心。当然啊，我感谢很多网友了，很多朋友的给我的那个给我的支持，给我的点评，给我的建议，能赶上也非常感谢你们。接下来呢，我会继续在马六甲再继续玩。今天中秋节呢没吃月饼，希望你们能吃到，祝你们平安快乐，全家幸福，接下来认真享受我在马来西亚的旅途吧。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中间我犯什么错误，希望大家帮我指正出来。比如说有一天去清真寺，有个朋友跟我说穿短裤不行，还有网友评论说有的地方不让进，还有有时候字幕错误，感谢你们都给我提出意见吧，人无完人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的活动，今天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你们收看我这里，拜拜！再次祝福你们中秋节快乐，拜拜。